当白色死神雪豹对上斑鬣狗时，谁会笑到最后呢？当称霸雪山之巅的白色死神雪豹对上掏钢大师，究竟谁是最终的胜利者？雪豹在某些情况下被称为了山鬼，原产于中亚山脉的大型猫科动物，身披一件灰色外套，上面点缀着黑色玫瑰花结，爪部的毛皮用来抵御雪和寒冷，其体重达到了27到55公斤之间，偶尔会有体型大的雄性高达75公斤，体长约75到130厘米不等。站在地面上时，这些大猫的肩高可达60厘米左右。作为猫科动物的它，肌肉很发达，运动能力是它们的强项，其速度可达每时80千米左右。它们也十分灵活，对于攀岩爬壁都不在话下，从而它们在捕杀猎物方面更成功。除此之外，它们的犬齿和爪子都是其有力的攻击武器，同时它们高达500磅力的咬合力可以轻轻松松地咬穿老虎的头盖骨。雪豹的打斗只要以巧为主，在遇到同等级对手时，他们会利用自己的敏捷性来躲避对手的攻击，然后趁对方没反应过来之前再次攻击对方，会抓住机会直接锁喉，或者直接跳到对方身上死咬不放，或者选择远离攻击范围，伸出前爪防御对方。那么如此有智慧的雪豹，在遇上掏钢大师斑鬣狗，谁的机会更大呢？咱们接着往下看，斑鬣狗遇到白色死神雪豹时，究竟谁才是最后的赢家呢？斑鬣狗是一种斑鬣狗科动物，是土狼、睾斑鬣狗、棕斑鬣狗四种中体型最大最凶猛的种类，体长大约在95到160厘米，体重40到86公斤，雄性的个体要比雌性小1/3左右，这也说明雌性拥有更强的战斗力和更高的地位，群体中的首领也是由雌性来担任，在群体中女王经常支配着所有雄性，拥有优先交配权，他们有着非洲二哥的称号，意思是他们在非洲草原上是仅次于狮子的顶级掠食者，在非洲上是一种独有的生物，他们的杀戮方式十分残忍，通常在战斗中会寻找机会直接掏钢，让对手痛不欲生，也因此获得了掏钢大师的称号。而他们天然好斗的性格，在面对一个级别的对手时会选择正面硬刚，而他惊人的咬合力高达1250磅力，这一数据明显的高于狮子和老虎，在同体重下几乎没有任何动物是他的对手。除此之外，他们自身的防御能力极强，很少有对手能够让他们重伤，在打不过的情况下，他们高达每时65千米的速度就派上了用场。一个是号称白色死神的雪豹，一个是令动物闻风丧胆的掏钢大师，如果两者遇上并展开了生死对决，你们认为谁的机会会更大一些呢？草原上令动物闻风丧胆的掏钢大师对上雪豹，谁会是最终的胜利者？从二者的各项数据和指标中可以看出，双方算是一个重量级的对手，在体重方面猎狗稍占优势，同时在咬合力、耐力和防御性方面猎狗也更好，而在敏捷性、速度和攻击武器方面雪豹的优势更大。那么如果两者相遇并展开生死对决，谁的机会更大呢？据说远在400多万年前，在我国西藏地区，据考古学家的发现，在这个地方曾发现了猎狗的化石，在同一时期现代大猫的祖先也孕育而生，由此可见这两种野兽当时为了生存而竞争的画面是何等的激烈。现如今青藏高原基本上都是雪豹的地盘，猎狗却早已不见踪迹，只有少数棕猎狗游荡在西亚，而斑鬣狗离得更远，甚至到了非洲南部。虽然猎狗的实力确实很强，但猫科动物的雪豹会略胜一筹，它们的爪子能够伸缩，动作十分灵敏，二者相比之下它的杀戮技巧更丰富。或许猎狗拥有很大的咬合力，但雪豹依靠自身的灵敏度是完全可以避开，同时它们身上的长毛在一定程度上会充当盾牌，虽然猎狗可以使用它特有的掏钢技巧，但一对一的情况下想要掏猫科动物的钢比登天还难。综上所述，我认为雪豹将会有 50.8% 的机会战胜猎狗，过程可能没有那么轻松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到此就结束了，对此你的观点是什么呢？可以在评论区发表你的看法哦。科普解说员在线征稿了。